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继续帮粉丝找货，目标三位杜梅大哥找一块生肖虎啊，五牌的牌子，也有预算啊。生肖老虎这个题材就是比较难找，现在这个时间点呢，也是大家收摊的时候，基本上也没什么人了。哇，这穿好看、啊，跑题了，跑题了，那就继续找吧。五牌逛了好几条街啊，都没有啊，我联系一下我那几个货主啊。刚才联系的几位货主了，五牌的那个照片给我看，等一下我们筛选一下啊。哦，我有一个货主，我有一个货主这样，我感觉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走，去到那边，走。到了。Hello， 静姐。好久不见。对啊，换了。哦，这个，都比照片好看、啊。仔细看货。哦，这个黄你看，好胶感，蛮漏的。它表面上面应该有一公分多是蛮漏的，蛮黄状态。这是一个大马坎写实料，然后这都是天然的，不是烧粉。烧的话就不一样了。对，现在天然的红黄尾都很少了，肉质这么深厚的特别的少。这是一只上山虎啊，我、哦、一个长度已经去到了接近七了，然后宽度的话是33，厚度就不得了了呀，都是3公分多、啊。好了，不说了，都来你这边了，抱歉。恢复价给一个本钱，不要是赚钱，就给一个本钱就好。这是我一个东北大哥想要的，早先信任我的，直接打了5000定金过来。砍价王黑龙上线，18800。这件上山虎呢，是林老师自己雕刻的。其实，在四位这边是很多很多藏龙卧虎的地方。市场价值26000到28000之间。真的好看，真的好看，这个工可以的。拍个照片给大哥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和粉丝对接货品，打视频看货品，自眼光看货品。富者印的黑龙说价格能接受，他说能不能就是来个精工抛？可以，还有亲自给他抛。亲自给他抛，对，哎，我给你转过去啊。我们现在回到工作室啊，现货拿回来，定制的来大家欣赏欣赏啊，讲解。像这一块料子啊，来源于缅甸长孔大马坎的一个长口，一块天然的黄翡啊，整体肉质细腻啊，表面黄翡构思明确，设计灵。